拉的啥呀？喂，马饲料啊！这不是刚进的货吗？咋又往外拉了？他拧不合格，刘总要退货呢。哎呀！行，你走吧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杨哥，别碰他走，我去找刘总。别碰他走，那你想整啥事儿啊？这批精饲料你要？嗯。 可这些饲料有好多都发霉了呀，我爸那是真没饲料了。刘总，我爸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，他戒了酒，开始养牛，我怕他过不去这个坎儿，那不又喝酒了？刘总，我自己还攒点钱，那要是不够，那从我工资里掏也行啊。嗨，你爸的事儿啊。 我听说过了，不过发霉这些饲料啊，牛是不能吃的。这样，我让他们拉一车好饲料给你爸爸送过去。这个嘎查的事儿啊，也是我们马业的事儿嘛，这个忙，我们帮。真的吗？你怀疑我？那一言为定啊。你小子还是不相信我？哎。 让你们后勤过来个人。刘总，谢谢。你也是个没心没肺。 只要有人给你吃，给你喝，你也就啥也不管了，对不？那块料在外边混成啥样了也不知道。咋？你这是也不爱听我说？ 你俩就一个德行，都不是啥好东西。我一个女的，我唠叨唠叨怎么了？我又不是不知道你的心思。你在外边折腾。